胡大爷。嗯。这位，我敬你救命之恩，谢谢。嫌弃我这个徒弟，你想想人，吓我一跳。我不嫌弃你，但你要把眼镜摘了就更好了。嗯，还戴上。嗯，帽子就别摘了。说句话，是少吃点菜挺贵的。对对对，我俩一块上的山，你完成了任务，我敬你。不不不，不用敬我，我不喝酒的。嗯，喝点。你是不是看不起我？我看不起他。我是看不起他。男人哪有不喝酒的？我喝酒不行的。你说真的，我求求你，嗯，别为难我。我什么时候为难你？一直都是你为难我。你说你老跟我媳妇在一块儿，干什么？就是，哎，别陈明兄，这话咱说清楚啊。嗯，你不要面子无所谓，这么多人，你不能毁你未婚妻的声誉啊。面子，你不要面子无所谓，问题我要面子，是不是？我媳妇天天跟你在一块儿，我面子往哪儿搁呀？这么着，我跟你说，别，哎，我那个，今天是这样的，你把这杯喝了，我俩就化干戈玉帛为玉帛。但是你喝多了，我谁说我喝多了？我让你喝多了，我没多。好，啊，喝。行了，别闹。哎呦，我说你喝了，你真喝多了。哎，不喝，坐这儿喝，坐下喝。不是你，程明，你别闹了。胡少爷，也不是你，程明，你别闹了，我的。你别动，你别动，不动。别。摔死我了！人呢？人呢？人呢？啊！胡有明，你干什么呀你？哪儿传来这声音？啊！轻轻来了。是这儿行吗？你别碰。说胡克明这王八蛋，他怎么能下手这么重呢？明峰，我跟你说啊，回头我一定替你报仇。哎呀，对不起。大小姐啊，其实这件事情很简单，他克明就是看不惯我们俩在一起，你知道吗？啊，这样吧，以后我给孩子们上课，你少来。哦，不是，你别来，要不然我真的离死不远了。那我去听你上课，那跟他有什么关系啊？他是你的未婚夫啊！我不认，我才不可能嫁给他呢！你声音小点，这话让你爹听见了，小青山的人都得打我。本来就是嘛，那句话不是你说的吗？自由恋爱，
凭什么我就不能找一个自己喜欢的？不是，大小姐，话是是这么说，但是你爹见多识广，对吧？他给你推荐的人一定不会错，你就嫁了呗。你是不是就觉得我就应该嫁给胡克明啊？也不是。那你什么态度？我吧，就这些书呆子真麻烦。老大，你是不是怕把林峰伤着？我看你就没怎么出手，也就外行看个热闹。一招，就一招是致命的，但他躲过去了。啊，不会吧？有一点我能肯定，两个黑衣人当中，其中一个一定是他，是离世我还分不清呢。我们目前先别轻举妄动，回头我再找机会试试。小志，明天你下趟山，下山。